各位朋友大家好，好久不见。那最近呢，因为不堪其扰，不得已我要拍一个影片做解释。那我相信知道事情的各位都很明白我受到了什么抹黑跟诽谤，所以我现在要跟大家把所有的事情从头到尾一次讲清楚。最近蓝小明他拿到了一个我跟我好朋友对话的私讯，拿出来公审。那公审的内容呢，就是曾经发生过的事实。那为什么他今天会这么做呢？我们就从头到尾把我跟他所有的始末全都讲清楚。我们从一开始第一次呢去蓝小明的店里吃饭，是在2019年10月28号。那我们就在那边捧场，好，三个人，一个人2500，三个人7500。然后桌上呢有两瓶格兰花格25年，那是我带的，那一瓶当时要价5000多块。中间这位米粉头就是钟哥。好，那钟哥是谁呢？钟哥，好，罗建中，这个小将日本料理的老板，日本料理很好吃哦，顺便在这里帮他攻上一下。那这一次是他请客，好，但是酒是我带的。那第二次的时候呢？第二次是2019年12月28号。好，这是宇哥。宇哥他出钱，看多帅。这一次吃饭是28000。好，那是宇哥请客的嘛？桌上有两瓶 whisky 啊，其实我带了三瓶，18年的格兰菲迪，那一支要1700嘛，哦，三支就5100。2020年1月21号，然后那时候呢，是为了要答谢小明哥帮我介绍保全工会理事长，啊，因为那时候我跟保全有一些纠纷，所以那时候为了感谢他，我在他的店里面请这两个理事长夫妻吃饭，啊，三个人，啊，总共7500嘛，因为这次是我付钱，啊，所以没有什么好特别解释的，啊，因为呢这次也没有跟他们理事长夫妻拍到照，但是我当时呢是有在现场的。好，我们看一下，这个我都有证明的。好，那第四次呢是2020年2月20号，四大四小。好，那这个是帕青哥请客，然后带两瓶18年的格兰菲迪。好，这次是15000，这就是我去蓝小明的店里面吃饭的次数，就是4次。好，每一次去都有付钱，每次去我都有带酒。好，所以没有什么吃饭喝酒不付钱的这件事情。好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我们去酒店，好，大家看一下哈，是2020年这一天，我带我的老婆小孩，帕青哥带他的老婆小孩。好，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的正气大哥就非得那一天要找我们去酒店。好，那我们老婆小孩都在旁边了，我就说我不要啊，啊，他就硬要拉我们去嘛。不去他不开心嘛。好，那我就去了。那去了之后，隔天他 PO 了一个账单给我的时候，我看了一下，我说哇，74180嘛，我要怎么这么贵？我说是不是我要付一点？好，这截图都有，我都说我要付钱了。然后他说这张单跟我唯一有关系的是XR，就是 whisky。啊，我说好，那我汇款给你。他这个语音啊，这个三秒的这个语音，他是说不用不用哦，那后来我就没有再去讲这件事情了嘛。但是我那时候心里已经觉得这件事情非常的奇怪，你找我去不给我付钱，然后又给我账单，我就整个感觉就非常的奇怪。所以这件事情在我看来，为什么你要这样子去抹黑我呢？我吃饭喝酒哪一次没付钱的？摆明的抹黑耶。哦，你现在说有啊，你要付，有啊，我不收啊，所以你还是没付啊。哇塞，那你这样更夸张，你是摆明设计我啊，你是故意要在以后面要说我吃饭喝酒不付钱，所以你那时候故意不让我出的，是这个意思吗？好，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哈，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情？本来很好啊，还一起去酒店，到后来为什么会发生说我啊他开始追杀我们？好，是从我们反管的社团开始，我们在2020年2月28号成立了
反管社团。那时候的管理员有我、霸天跟小黑人。那我们那时候就说，第一个我们不能违法，第二个不能工商嘛，第三个不谈政治。那我们的正气大哥啊，他就非得要放王心怡议员的资讯，好，那就被我们删掉了嘛，当然被删了，我们说不谈政治嘛。好，那再来他又放了一个要跟他呛虾的管粉啊，那时候他在打馆长嘛，好，那管粉呢就留了一个电话在他的板，那他就这个我们正气大哥呢就把这一个电话号码留在我们的社团。如果大家有经营过 FB 的社团，你会知道有时候 FB 禁也是没道理的。我们那时候已经两张了，再一张就社团就没了。我们霸天管理员把他的这个电话删掉之后，就跟他说：“小明哥，不好意思啊，因为那可能会有泄露个资法的问题，因为你这是违法的嘛。”这个管粉就已经先公布他的电话号码了，所以是已经公开了。但是我们不知道 FB 会不会直接就是：“哎，你这是有个资法问题哦，我管理有没有？”我们可能就被又再来一张了，我们那时候有两张黄的了，被警告了，对吧？啊，再一张我们那个社团就要被端掉了。第三次，他放了一个他们兰亭跟他们兰亭有关的广告，因为又放在上面，说我们就不能工商嘛，你又拿着就有工商的嫌疑啊，我们又把他这个给删除了哈。删除了之后，哇塞，我们低声下气的跟他道歉了，有多低声下气啊？大家看一下啊。好，他这个所有的语音啊，都是完全都是在骂哦，恐吓啊，骂啊，哦，完全都是。我说我没有要针对谁啊，霸天只是按照我的意思去经营社团啊。我说我不知道您要气什么嘛。他说霸天啊，霸天践踏了他，哦，他要怎么处理？要叫霸天出来面对。我说要面对什么？你就是违反我们的社规啊，社团是我们成立的，那当然你违反我们社规，我们就删掉啊。啊，一个正气大哥啦，哦，因为社团违规被我们删文了，结果开始恐吓霸天了。好，我们来听一下他怎么恐吓霸天的哦。这个是他恐吓霸天的电话。七万删我，你电话都不敢接哦。英勇，你妈个老七万删我，你电话都不敢接哦。英勇，你干嘛？你娘老鸡掰嘞！啊，接电话啊，操你妈那个逼人！啊，大概七七到啊啦。我看你外高啦，你骂老七吧，你干多啊，你娘嘞！啊，你不敢你臭干，你不敢接电话，你骂老七吧嘞！你不吃什么蛋呢啦？你骂老七吧，时间地点给你用啦，你不绝对来啦！你骂你干多啊，你娘老七吧，你干多啊，你娘，你干你娘老七吧嘞！啊，用着叫遐无用叫名，你跟观众什么差别？好吧，那我们刚听到的就是他打电话哦，语音。恐吓霸天，好，大家很清楚了吧？我真的搞不懂啊！哦，该解释的都解释了，没有人对不起你。哦，你从4月27号，哦，连续的到4月30号，我去还最后跟你买火锅，哦，跟你道完歉，跟你买火锅。5月1号，我们吃你的火锅，结果我付完钱了，买完火锅了。你五月一号之后又开直播，又开始骂了。好，那为什么你要这样做呢？我说过嘛，你第一次我们跟你道歉，第二次你东兴娱乐上影片，一次两次忍两次，没有第三次了啦。我们讲嘛，将军不过三嘛，啊，结果你第三次，好，第三次是什么事情呢？我跟小雾，好，我们两个私下聊的内容。哦，就是之前蓝小明怎么霸凌赵汉，好，哦，然后后来呢，事过境迁之后，啊，赵汉哥呢在西门町跟这个蓝小明见面，啊，两个人也没有怎么样，我还以为他们会起冲突，哈，哦，我的意思是这样，只是我们私下在聊的时候，可能讲话就会比较直接一点，好，哦，那这也是赵汉哥跟我说的啊，啊，你怎么霸凌赵汉的影片都有啊。啊，只是现在已经事过境迁了嘛，那你为什么要把我们的截图拿出来，然后你说我扯到赵汉呢？我没有要把赵汉的事情讲出来，欸，是你把我们的截图公诸于世，欸，好，那再来我的部分，好，我说他老婆抓包蓝小明他有小三，好，因为
电话被发现了，里面有一些闲私的照片跟对话嘛。好，那这时候是他的前妻 到我的粉丝团，好去留言，到处去留言，这个整个圈子的人都知道，也是当时公开的事实。哦，我不想要再去把他们这些人好像扯到他们，又害到他们，可是这就是当时的事实。那我跟小雾，我们私下聊，我们没有要让大家知道，是你把我们的截图公开了。蓝小明，你这个正气大哥啊，很有趣哦，你非常有趣。你跟大家讲说，这个截图是我流出去的，看，这是我跟霸天对话的截图。如果是今天截图是我截出去的，那这一个截图左上方会是对方的名字，我自己的讲的话会在右边嘛，对方讲话会在左边，上面会是他的名字。好，这很清楚吧？所以那个截图绝对不是我截出去的啊。那这个截图你怎么拿到的？你自己很清楚啊，你怎么拿到的？啊，绝对也不是小雾去传的嘛。那你怎么拿到的？这么复杂的事情，好，我不讲，你自己。有问题的观众去找他问，哦，不，绝对不是我嘛，怎么那么好笑？啊，就不是我啊，啊你又说是我了。我们再讲，他说我出去，我去捧场啊，去他的店捧场四次嘛，不及他一次带我去酒店七八万。好，刚刚我们都看到了，我们去酒店那一次是74180。好，那要我们要算清楚啊，好，因为你在讲说我不急嘛，好，我们来看看，第一次去7500加两瓶花格10000，第二次28000再加三瓶飞底18年5100，第三次7500加一瓶18年飞底，第四次15000加两瓶飞底，第五次我买他的防疫套餐3000。加起来总共81200，好不好？我再附带一题，宇哥请客那一次呢，他还带了一瓶价值20000多块的酒，送给了这个正气大哥，哦，当作是大家一个友好往来。那我们那一次，我这次是去所有的饭钱酒钱加起来就破100000啊，怎么会不及你的78000一次呢？你要想清楚啊。哦，我这边都有记录嘛，我每一次去吃饭我都有记录啊，钟哥对不对，宇哥大家都在啊，帕青哥，而一问就很清楚嘛，我们那时候是谁请客，谁吃饭怎么样的，对不对？那这是很简单的事情嘛，你要把它搞得这么复杂，讲的 我好像一文不值，还真奇怪，我觉得很无奈。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，我也有一个好正气大哥的朋友，我们来看一下啊，哦，这个新营马东石，好不好？我的好兄弟，他也是我的好兄弟阿皮。你看他这个手，啊，他刺得很清楚，他一身正气哈，帅啊，长得很帅啊。那我们都是练拳出身的，所以我们很快就很友好的。那我要讲的是说，正气是什么？正义是什么？我那时候在直播的时候。我的 YT FB 一堆人跟我讲，我吃饭喝酒不付钱，都是你这个正气大哥去讲的。我忍耐，因为我不想节外生枝，因为我那时候正在对抗彪悍，就这么简单。很感谢小明哥之前，哦，也是有帮过我，我在跟保全起冲突的时候，他有帮我介绍保全工会的理事长，哦，这些点滴在心头。我话说到这里，希望各位观众或者是各位朋友对我本来有疑惑说，啊，你怎么吃饭喝酒不付钱的这件事情，啊，有一个答案，啊，也给我一个公道。这件事情已经经历2年了，很烦了，啊，我也忍2年了。那因为你把我的私讯公开，我说嘛不会让第三次了，啊，所以我必须要做解释。那我先我解释完之后呢，这件事情就结束了。那也谢谢大家的关心啊，啊，不管是很多大哥啊，很多粉丝啊，都对我的关心，我真的都很感动。那谢谢大家，希望我们能够
平平安安的度过这些疫情，好度好好过我们的生活。谢谢大家。我最近都在练准确度，看着啊，有没有？这个真有练的，啊。幸好我打到。